主料梨两个，水发银耳100克，辅料冰糖80克，红枣6个，枸杞20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将银耳发泡软，红枣和狗杂洗净，梨洗净，将梨切成小块，银耳撕成小块，和梨块枣同放入锅里，加入冰糖和清水，大火煮开，转成小火，炖至银耳和梨软烂，出锅前10分钟再放入枸杞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梨煮时不要去皮，皮的营养更丰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